我需要全速跑的时候就可以把它开全速。3年后它就变龟速了。对啊，所以就可以要开全速啊。它还是龟速的。然后就要把啊，那它还有高效能模式，那就把高效能模式打开，那就变成高龟速了。然后高龟速，然后电池就可以坏掉。电池直接烧毁，结果高效能才能用到，就是电池先坏，电池先坏，不然屏幕摔破了。哦，电池摔破，哎呦不见了，哦，搞丢了，好厉害，魔法师。